这啥情况啊？今天出门太匆忙了，忘了带钱包。这是老板娘送的。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差错了。放心，待会儿只要你把乔然带到合适的位置上，会场会出现几十秒的黑场时间，紧接着会有一束光追向你和乔然，然后大屏幕上会出现你和乔然的照片。加油！好，兄弟，加油！ 再过来一点吧，再来一点，给你的。 这是我凋零的心啊！不，我的心意。那你的心有点干啊。你要说什么？听我数三个数。三、二、一。 我们再来一次。嗯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，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。怎么准备我没拿回去？不知道。三、二、一。 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乔然。啊。我喜欢你。啊。我说。啊。我喜欢你。我。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所以我必须努力，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。我很害怕，害怕我得不到别人的认可，我羡慕别人，羡慕他们身上我没有的东西，所以我对所有人都敬而远之。但是你不一样。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世界是安静的，是美好的。哪怕遇到再难的事儿，只要想到你，我就感觉我充满了力量，不再委屈，也不再害怕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有你在。 那就够了。我的未来不能没有你，绝对不能。你愿意陪我继续走下去吗？ 谢谢你不惊天动地的进。